10月16日晚间，由赵振雄、宋承宪联袂出演的电影《大将金昌珠》在首尔龙山区的某电影院举行了 VIP 试映会。当天，尹启相、刘华英、李艾尔、李秉宪、李帝勋等众星均来捧场，星光熠熠，犹如红毯秀。另外，在电影《人间中毒》中和宋承宪有过合作的林志妍，和在近期热播的韩剧《Black》中与宋承宪搭档的高雅拉也一起现身试映会现场，为宋承宪这次主演的新电影加油应援。当晚值得一提的是，宋承宪的挚友李秉宪压轴现身，一改西装打扮的李秉宪当晚身着休闲装，佩戴一副眼镜出席，尽显斯文儒雅的气质。대장김창수응원하겠습니다대박나세요감사합니다네대장김창수영화보러왔습니다우리진웅이형응원하러왔습니다대장김창수파이팅입니다많이봐주세요고맙습니다